大家好，我是苏菲亚。九月份是工作跟生活相当忙碌的时期，很多事情都会被放大检视，而实事求是的金牛、处女跟摩羯座朋友在这个月会有很好的工作表现机会，在月中之前你们的桃花也是最旺的。而巨蟹、天蝎以及双鱼座朋友在这个月在团体里面有很好的人缘，同时你们可以跟着朋友、公司一起成长。而牡羊座跟射手座以及狮子座朋友这个月呢是属于能者多劳的族群，不过你们的经验跟能力都会跟着提升。最后则是双子、天秤以及水瓶座朋友咯，这个月你们可能会花一点时间处理家事或是有自己的秘密计划，但是月中以后呢，你们的爱情跟旅游欲就会变得更旺。想知道更多的星座运势吗？请持续关注 LTV。